那很感谢大家把《传送门》一代的实况都看完。虽然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啦，但是这句话这种比较官腔话一定要当开场白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是啊。那今天我们要玩一下，它这边有个奖励地图，这个一般人都不太会去玩到，甚至我看很多实况组都没有玩到这些，所以我认为我要来好好玩一下这些。它就是高等房间啊，对，由你可见我全部都已经破完了，毕竟我已经玩这游戏这么久了嘛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那这个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关卡，可是它改动比较大，像是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方块不见，然后这边全部都变成水还是污水，我不知道。对，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这是传送门一代的这些关卡的更进阶版本哦。那好，我已经很久没玩这些关卡了，我应该不会忘得很快吧？那这个球球先把它弄起来，这边应该都是一样啊。然后，嘿，好，然后这边就有点小麻烦了，因为这个要跳回来其实有点困难。以初学者来讲啊，当然以我觉得我是觉得还好。OK，然后，哎呦，站在那中间好可怕。好，这样子过了，其实不难啊，知道做法就不难。好，再来是第十四关。第十四关的话，其实也是一样是有改难，然后这边就变成都不能打了，所以你这边就不太能作弊。其实还是可以啊，只是比较困难而已。那一样啊，我们要正经玩，所以我们要认真看一下这个要怎么拿。哦，这边都被挡起来，所以这样子的跳法应该比较严苛一点，但其实就还好啦。这样就好。哎。OK，然后我们一样把这个球球弄回去就好了。我要注意一下，刚刚我打的是蓝色哦。来啊，球球要不要过来？有，还有。OK，我们很容易的就把这关破完。好在第十五关是什么啊？哦，这边，这边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稍微小卡住一阵子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，为什么这个没办法直接这样跳过去？我小时候。第一次在玩这关的时候，有点类似这样。然后我说："哎，怎么过不去？"那其实是这上面要这样子，这个有点严苛啊，就是以一个也是一样，以初学者来说很不友善。嘿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以前做那些捷径通关的影片，其实这边是打进去的，就大概这个地方。但是我这次没有要这样玩。好，OK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好，我刚刚看到它有一点点小小的消失，我真的有点怕它会没办法过，撑得过去。先这样。哎，刚刚你是你这一集完全没有戏份，然后你讲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就忽然那边踢笑，吼，真的是你刚刚在怎样？你是跑龙套的耶。好，来。OK，好。欸，说真的，这一段我还真的没有正经玩过，我有点不知道这边怎么做。What？他怎么进去的？等一下哦，对不起，我不太理解，我不知道刚刚我是怎么把它弄进去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怎么弄进去了？One, two, three。哎呦！不要不见啊，球球！好不容易终于有点机会，哎呦呦呦呦呦呀！刺激，太刺激了。好，再来这一关有点挑战性，因为这一关的所有机甲是所有哦，全部都会被挡住。然后它下面这个也会被挡，它整个是一个笼子啊，所以你会没有办法把他们推倒，你就只能给他打这样子。它其实就是这样跳过。这关的要诀就是要快而已，其实除此之外没什么难度，我自己就觉得是这样啊。这边好像是要这样子，然后打，应该是。哎，不要，哎，挡住了。
好，他这样应该找不到我。好，应该可以。我觉得这会有点挑战性，这个应该不会很容易。哎，可恶！我本来想要把它按压上去，哎、欸，压成这样。有，这样挡住。好，我们办法尽量射里面一点。我打到哪里啊？然后到后面。好，这样 ，yes， 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好，又来到我们的同伴方块这一关了。可是这一关讨厌的是没有同伴方块，他会给你一个弹，一直弹很讨厌的球。那这关的话，我也不太确定他正常过法是什么，因为好像是全部一样，可是就是变成这颗球吧。所以由你可见，这一关其实我都不会正经玩，因为这关真的你要控制这颗球真的很讨厌，而且我很会飘，非常会飘。哎、欸，走开，走开。哦，这个还加一个这个哦，哇哩嘞！哎、欸，其实还好，弹上去就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对，它会多一个这个。哎呀，哎、欸，有，成功成功了！哇，我真的，哇，等一下，大家看一下我站的这个位置，我已经完全浮空了哎、欸。啊有，等我，哟西，哇，这地方好难哦。好，可以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那边为什么路线跑到这边来了？不是应该往那边跳吗？还是这边又多一个谜题？不会吧？啊，怎么球过去我没过去 ？Hello， 哥们，为什么这样？随便。加这部分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其实没有比较难呢、欸。哦，还有这个球不是无边安全方块吗？还是安全无边方块？随便啊，我不知道。去死啊 ！Please， Gladys， 你刚刚你是因为我动作太快，是不是？你连说话都停住了。好，来高等十八哦，高等十八很难，高等十八真的很难。这一关我记得光要跳过去就已经有难度了。首先，接下来我的动作一连串很快速的做完。嘿，有看到吗？我必须要很快速的设一个传送门在那个上面，因为这边全部都会被挡住。然后这边竟然还可以过去。OK， 走吧。我存档干嘛？我死完。好，再来这个部分，我真的是坑到爆！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把这个游戏做得这么夸张。对，没错，我们要首先站在这个很小的半格的这个地方，然后上来，然后在这个快要掉下去的边缘再上来。哎、欸，那为什么？为什么飘出去啊？刚刚是怎么了？再来看一下那个板板自动就会动了。所以这次没有这个谜题，可是这次比较困难的是，因为少了那个东西可以帮你杜绝这些挖沟，所以这个部分会变异常困难。啊，为什么会在传送门这边？为什么这样？欸，我可以这样虚空里耶。我记得是有方法躲过的，可是我不确定这样对不对，因为我知道就是这样。这样。这很危险啊，所以我不太确定 Valve 是不是这个意思。可是，好，因为跳板在那边，这次这边没有，所以，不要！我已经很久没有玩这一段了，我思考一下，我这边用跳板的那高度够不够？我怕是这个，我怕是高度的问题。哎呀，好像可以哦，够哎，其实。跳两次就好了，可是很多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停！你们很激烈。好了。
等下，你们超级激烈！哦呀，我活过来了！哦天哪，太刺激了吧！不要再射了！哦哦，好，很好。我先给我自己一条生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哦，太刺激了吧！OK， 有死，轻枪双双，像刚刚在那边弄很多，弄很久。